是李代我。我两位导游今天带三位来参观，逛一下北京啊，做完演唱会。好的。老师，你之前来过这儿吗？没有啊。这是北京特别著名的景点，南锣鼓巷。我也是听说，所以必须要来看一下。品尝一下，好吃。好寡我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应该是。对啊，一天三餐都可以在这边，搞定。啊，还下照面。表面上是唱歌好，实际上是打球好。实际上是还是唱歌好。昨天我们去那个烧烤的串烧的店，然后我们进里面进，哇，就我们香港没有那种自动的烧烤的炉，我说哇，哇，这么厉害，不是我们自己来的，哇，这个很厉害。上海的文化市场，然后我们就因为看到是龙的尾巴，打卡结束。没想过在北京会碰到这个，去看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没想到让老师购物这么多的地方是这里。突然间进去买四件送两件。下一站宁波，下一站天后。